没钱的时候觉得钱最好，没房的时候觉得房最好，生病的时候觉得健康最好，离别的时候觉得相聚最好。人永远弄不明白究竟什么最好。说钱好，钱也有买不到的东西，说房好，房也有带不走的一天。真正最好的永远是免费的，珍贵的。这辈子健康最好，健康的身体千金不换，没有了好身体就没法追求好生活。身体一旦垮了，健康一旦没了，人活着就开始遭罪了。这辈子真心最好，人心善变，真心难得。在这个现实的社会中，想找一个真心好的人不容易，有一个真心实意对你的人是可遇不可求的福气。这辈子活着最好，生命只有一次，人生无法重来，只有活着才有机会爱喜欢的人，才有机会做该做的事，才能享受生活，才能享受人生。这辈子啥最好？健康的身体最好，真心的感情最好，活着的每天最好。钱多钱少不必烦恼，房大房小不必计较，能健健康康的活着，被真心实意的对待，这一生就够好了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